一跑千二米啊，赢过嘅马好多喎，一二六八九十，有六只马赢过。1268-90，三号咧就系、是、电子兄弟入过 Q 嘅啫，呢只马三号四号入过 Q。隔晚大热门系八号，隔晚大热门跑咗三场，赢咗两场，一个东风一号，一个上一场嘅七号霍宏星。五号马勇进当锐，呢只马叫做冇赛绩喎，初出新马初出，新马初出纪录一片空白。六号叫做颜色王子，六号系赢过本路程，但而家系冷门嚟嘅，近绩好系一号、八号、九号。一号、八号、九号都赢过本路程嘅，所以呢三只马应该好多人拣嘅，又有赛绩又有近绩噶嘛。因为六号颜色王子，七号叫剑侧群英，剑侧群英，剑侧群英上次第七，前次十三，上一场啲冇赛绩嘅，冇近绩嘅马，俾阿 Jenny 姐拣去行头。所以冷门入了第三名，跟着买 WinPay 都有赚了，真的。七号仔建测群英周俊乐，周俊乐今晚有一个 Q。八号呢就叫做鸿运大师，几好近绩啊！上次第二，前次第四，八号亦都赢过本路程，所以而家大热门，隔晚亦都是大热门，近期亦都即系现场亦都是大热门。艾杜拿騎，哇！大熱門艾杜拿真係得唔得啊？艾杜拿個取勝率低啲，佢嘅二大熱門取勝率就應該好少遇到嘅。八號鴻運大師，但係呢只馬咧，上次第二，前次第四，再前次第六，好似由第六進展第四，第四進展第二咁樣，好似逐漸逐漸進步咁樣。十号好玩福星，艾少礼十号仔呢只马咧，十二七十二七咁样嘅啫，最叻第七，然后加长十二咁样，所以都系冷门嚟嘅呢啲，六次赛绩都未上过名。十号仔咧叫做好玩福星，艾少礼。十号咧，其实就赢过本路程嘅，不过近绩唔好咁解啫。十一号快如龙，上次第四，前次第七，都二十几倍嘅。上次第四喎，上次起码都啲注意力摆咗喺边度？摆天竺猫嗰度，上次赢咗啦。一鸿运大师啊，上次入 Q 啊，同埋有形有福，上次。九号仔啊，应该有形有福，就上次第一，前次第三，再前次第二咁样，即近期好好啊！呢啲日日涨，扬名论，扬名论，几好啊！今日啊，有一个 win。十二号仔叫做日日涨，上次第七，前次第九，除去头揸，除去乜乜黄衫面罩，我唔需要 show 呢啲啦，都冇。去賽果又冇研究，又冇判斷，連啲貼士界都唔講呢啲啦。而家十二號仔日日獎揚名論，八號鴻運大師艾杜拿係熱門馬嚟嘅呢只深藍色。成日影住佢啊！我中意八号、四号，蔡俊佳要十一号、八号 ，Michael 要八号、九号、十号，九号都几好啊！八九十四，佢有八有四，不过中间涉啲九啊、十啊喺度。
我要八号四号，诶，同呢个女仔一样，我八号四号，即系要嗌少礼同潘顿。何铭年只有型有福都几好啊！九号上次第一，前次第三，再前次第二，又赢过本路程，赛绩又好。睇下 Jenny 姐拣咩先 ，Jenny 姐啲冷门行头啊，即跑第三啊，买位置都掂啊，即四号啊，佢要啊，我要八号四号，佢唔要八添啊，飞咗去八。佢中意潘顿为你钟情，佢都拣咗两次潘顿咯，冇冇一次得咯。阿周俊乐七号仔，剑七群英上次第七，前次十三，冷门嚟嘅廿几倍，嗱呢只就夹晚大热门咯，八号仔。佢系赢过本路程，上次成绩都好。一号同九号咧，上次就系、是。win 咗嘅一号啊，即系天竺猫同埋只有型有福，有型有福可以再嚟噶，真系我要八号四号，四号系为你钟情，六次赛即四个第二，一个第八，一个第五，潘顿，黄之康要九号，黄之康要呢个有型有福啊，要贺铭年，粉红色系咩？用尽当锐。为你钟情嗰啲就有个绿色 V， 另外一只咧有啲红红地色嘅咧，黄色就嘅咧就叫新马初出，叫勇进当锐。四号潘顿，哇，扯到好默默。三号仔波仔三，电子兄弟，电子兄弟拍啊呢个咩啊？苏兆辉啊，哇，好劲啊，真系赢两次。呢、这个十一号叫做快如龙，上次第四，前次第七，巴度十一号二十倍。Sabrina 要八号、四号、一号、二号。文明之星冷门嚟嘅，咦唔冷啊？田泰安，田泰安呢啲马咧近绩咁差啊，十、十一、七嗰啲咧应该冷啲嘅，真系佢二号仔，即系文明之星系无辜辜咁多飞嘅，但唔一定得嘅喎，即系。描述式啊，即系佢呢啲应该冷啲嘅。十二号而家呢只就杨明伦嘅日日涨四廿几倍，我要八号四号 ，Jenny 要四号七号。四号嘅 Jenny 只正选咧就最叻入个 Q 本路程，但系好多人关注真系。速势能量八号系特张三分，九号系特张两分，四号咧系平手，即系零，冇特张，但系又唔系差，又唔系负数。贴士指数咧，隔晚同赛日咧都系八号，所以八号都好聚焦嘅，唔同嘅系统咧，八号都好聚焦。八号仔嘅骑师系艾杜拿，后面就剩翻两只电子兄弟，颜色王子啊！第四场嘅赛事交俾闸前，为你钟情，颜色王子电子兄弟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四场赛事四班千二嘅泥地短途大热系八，准备。隨時起步啊！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有文明之星、天竺貓走咗上去啦，外邊就有型有福啦，咁啊中檔位置仲有紅雲大師深藍衫嘅，外邊咧咁啊紫色衫走埋上去，仲有顏色黃之出邊藍帽白衫快魚龍粉紅衫，中檔位置仲有為你鍾情啊，內欄粉紅衫係勇進當鋭啊，後邊四隻日日獎啦、電子兄弟、堅測群英啊，暫時電流好玩福星嚟噶，過咗呢個八百米段處有型有福嘅貼欄放嘅，外邊走上去啦，顏色黃之啦，出邊仲有隻快。如龙啊，
啊，中檔藍衫藍帽第四位仲係紅雲大師啊，內欄第五咧仲係天竺貓啦，第六位粉紅衫外邊嗰匹啊係為你鍾情啊，中間咧咁啊粉紅衫就勇進當鋭啊，文明之星褪啲喎，後啲先嗰啲等入邊噶嘛，有日日獎啊，好玩福星嗰啲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噶嘛就係顏色王子，中間見到響外邊咧有塊魚龍，入邊上紅雲大師，再喺入邊咧仲係有形有福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上緊嚟係文明之星，中間再只日日獎啊，最後百零米啦。透出的馬咧，見到埋邊紅雲大師，最緊嗰只顏色王子啊，後邊嘅馬仲係日日獎同埋勇進當鋭，接近終點，紅雲大師終於都贏翻場啦。顏色王子第二，日日獎啊跑第三，第四名係勇進當鋭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只紅雲大師經過一場咁啊跑第二之後啦，今場賽事咁啊終於都可以重開勝利之門啦。顏色王子第二，日日獎第三，第四名勇進當鋭。哇！熱頭冷腳喎，咁啊贏嘅就係八號啦，紅運大師啊嗌到啦，咁啊仲有 2.7 倍勝出。第二名咧六號喎，顏色王子啊呢只啊董明朗嚟嘅。咁啊第三名咧仲冷啲，咁啊日日獎啊十二號楊明倫啦。第四名咧就係五號初出馬只勇進當鋭氣衛生。咁啊運大師都順利贏得到啊，最後27蚊大熱門啊。打到容易啊，啲腳啊。喺八號仔嗌到啦，大熱門勝出，好少見啊！都幾好啊！因為所有系統都聚焦喺佢度啊嘛。為你中場有事啊，收慢咗。即係蓄勢能量又達三分咁樣啊！貼士指數入冠軍，又贏過本路程，上次成績又好咁，即係所有因素都喺曬度，贏咗半個馬位係咪啊？我即係喺呢度藍色嘅。第二碟啊，只九号咧有型有福，何铭年都几好啊，出到头白鼻箍，咁啊外边咧嗰只叫外边有星星嗰只叫颜色王子啊。过咗呢个八百米段处，有型有福嘅铁栏放嘅，外边走上去啦，颜色王子。颜色王子就有 Q 攞嘅，再出去出边嗰只叫快如龙巴度，哇呢只滋扰性质大啊呢只啊！咁而家嗌到啦，第二碟第五名到啦，转直路成扎马谷喺里边跑，都算勇猛啦。嗌到啦，喺两只马之间揾到个位，冲上嚟同只颜色王子斗足一条直路。咁啊，两个人此起彼落咁样一前一后，叮当马头翻嚟贏咗條半個馬位到啦，咁後邊啲冷門馬就全部即係衝上嚟啊！艾杜拿喺前邊，潘頓都冇影啦，又係。夜七蚊。跑第二名係六號顏色王子，位置派92.5。跑第三名係十二號。哇！90几蚊位置喎、啊、呢、這個。跑第四名就係五號。哇！100几蚊位置啊，十二號。順序派785蚊，單T6號、8號、12號派4381蚊。